关心中华职棒昨晚的赛事哦，这个统一狮的四野陈杰宪面对中信兄弟的羊头猛登，他首局首打席就敲出了安打，那么这也是他生涯的第1000支。四野的太太以及小孩也到场来见证。那当然，我看一下场上这个球让陈杰宪打出了生涯的千安哦，恭喜陈杰宪，陈杰宪成为史上啊第28位，联盟史上第28位达成生涯千安的选手。所以现在要进行一个简单的庆祝的仪式啊！恭喜陈杰宪，对，恭喜杰宪哦。那么他首局首打席就达成了生涯的里程碑，加入中职的千安俱乐部，用了756场比赛，2912个打数，也是中职史上的第二快。而统一球团呢，也立刻推出了陈杰宪千安的纪念商品，包括呢这个球衣，还有写上绰号四野的麻将吊饰等等。另外，陈杰宪他累计116次盗垒成功，因此呢，也在25号成为了中职史上第13位的千安百盗的球员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